因为我的眼袋是属于家族遗传性，因为我妈本身也是跟我一样有这样蛮厚的眼袋。那我真的原本以为只有眼袋需要处理而已，刚刚徐医师都还点出了我这边还有一个泪沟跟甲沟的问题。那因为真的是岁月不饶人，整个皮都松了，肉都掉下来，所以整个人看着比较没有精神。还蛮期待处理完的自己应该是可以年轻个十几岁吧。蛮期待的，对，好，你眼镜拿起来看一下，好吗？先帮你做个记号一下，好。现在画的这个地方是你的泪沟处，然后我们的眼袋就把你补到这个泪沟处。像你这么厚了，大概要补多一点。我们大概补了差不多3.5cm。有想要补鼻子，特别特别感觉，鼻子蛮高的，就补这个加厚就可以了。你几点钟开始没吃东西？昨天12点，晚上12点没有吃东西，就没有吃。那对。那等一下我们会给你睡眠麻醉，睡着就全程都没有感觉。好，大概差不多连时大概不用到1个钟左右。那蛮快的。对对对。那你想要抽肚子的大拇指，站起来看一下哦。大腿蛮结实的，肚子肉比较多。那我们就抽肚子这边好了。这个是蛮多的。那我抽这边吃，我来吐肉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进手术房哦。OK， 好。老公，你会紧张吗？其实不会，因为金华诊所已经开业30几年了，而且院长也说他开了超过10000个眼袋的手术。眼袋终结者。对，你看一天开业开了30年，等于全年无休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还蛮放心的。我也很期待你待会会变帅哥，而且我从认识你开始，其实你真的很帅，但是就是眼袋比较大一点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年纪越大，眼袋就越往下掉。可是我对你有信心。所以你现在都不会痛就好了，实际上看不出来，其实也看不太出来，因为外面也没伤啊。我说外面也看不出来有伤，因为从里面，对，从里面看，你看比较清醒一点。要起来。
刚才是要问你说那个私房钱藏在哪里？可以对焦。哈，你说什么？你看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。可以对焦。三，哎，三部还是？我好像在留。对，我拿各位三部来看一下。这可以。有私房钱。有私房钱。慢半拍，你不会麻药还没退吧？有啦，已经退了，差不多了。我们任务完成了耶。对啊。长发要变欧巴喽，还痛吗？是不会痛啊，只是还有点肿肿的而已。还有点肿肿，因为今天刚手术完嘛。对啊。但是不会痛，只是有点肿肿的。对。所以我们回家休息就好了。对啊。多休息，多休息个两三天，我想应该就 OK 了。好了，那你有没有要谢谢谁啊？谢谢老婆陪我来。好，你要谢谢医生帮你开的那么好，一点看都看不出来有伤口。对，可能我平常肿太久了，所以根本看不出来有肿。对，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有肿。嗯，只是脸比较就是有胡子有肿一点点，但是眼就是眼袋这一边看不出来有眼袋。嗯，应该还 OK。三十几年了，刚刚告别了。对，我又不见了一个朋友。这种朋友没关系啦。对。好了，我们回家休息吧。好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